上课。起立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请坐。请看，这里有一些小棒，小棒可以用来搭图形，看能搭成什么图形。三角形需要几根小棒？三根。现在呀，有六根小棒，能搭几个这样的三角形？两个。那好，我们请电脑来演示一下。一个，两个。老师也把搭好的图形摆说出来，这样的过程能不能用一个算式来表示？陈瑞毅，6×3=2，单位是个。好的。回忆一下刚才搭的过程，这里的6、3、2分别表示什么含义？你来说。六表示一共有六根小棒，三表示搭一个这样的三角形需要三根小棒，二表示能搭两个这样的三角形。而且这样的三角形都是单独的三角形。嗯，你的表述非常的清晰。现在呀，每一小组都有一些小棒，我们也来搭这样的单独三角形，请听要求，边操作边说一说你搭的过程。愿意在学习单上用算式记录你搭的过程和结果，那就更好了。活动结束后，按照小组的编号，把搭好的图形摆出出来。请注意小组内的分工和时间。我们的时间为2分钟。要求懂了吗？懂了。开始。非常欣赏刚才大家的合作精神，有谦有让，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了任务。刚才我看到大家搭的图形中，有的小组有了7根小棒，对吧？有8根的，有9根的，还有10根的。
那六根小棒的情况我们已经研究好了，接下来你建议老师研究几根小棒的情况了？七根。再接下来？八根。再接下来？九根。接下来？十根。嗯，我读非常欣赏大家有序思考的方法。哎，有序思考有什么？有什么好处呀？你说。不会漏掉。对的，不漏掉。还有补充吗？哎，不会重复，也不会漏掉，而且也便于我们之后找规律。那好，我们先来研究七根小棒搭单独三角形的情况。谁能够把搭好的图形找出来？孙思甜，好，我们哦这一组我把它贴出来。好，请回。有一个老师还注意到呀，有一个小组用这样的一个算式记录了他们搭的过程，谁能够来结合着图说一说算式中每一部分所表示的含义？薛江浩上来指着说吧。七表示一共有七根小棒，除以三，除以三表示一个三角形需要三根小棒，等于二个表示你可以搭出两根三角形，余一等于还剩一根小棒。余它是怎么表示的？还是六个点。六个点，数学上呀用六个点表示剩余，读作余一表示什么？还剩一根。还剩一根。好，请坐。很好，它能够结合着图把算式中的每一部分的含义说得很清楚。这里的一啊我们叫做余数。那七根小棒的情况我们研究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八根。好，谁来找出搭好的图形？来，罗红中。好，把它板说出来。好，请回。对吗？对。好，那它对应的算式是什么？张安强，它对应的算式是八除以三等于二，各余两根。余两根。张安桥的叙述中，他用了两个单位名称，个和根，说明这两个二的含义是不一样的。谁能够结合着图来介绍一下？哎，陈乐轩。这个二表示能搭成两个三角形，这一个二表示余了两根，对不对？对。说明这两个二的含义的确是不一样的。请回。那九根小棒的情况呢？三个。九根小棒的情况，哪一幅图，哪个小组？来，你来说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报算式好不好？好，一起说一遍，请。九除以三等于三个。那刚才我们有序地研究了六根、七根、八根、九根小棒搭单独三角形的情况，并且写出了和它们相匹配的算式。嘿，我有一个发现，我发现它们的余数，它们这些算式，就从书写上来看，和我们以往学的算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你说。一个有余数，一个没余数。
没余数，这个的余数是几？一。这里呢？二。他说这个没有余数，同意吗？余数没有。来，乔俊泽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这个六除以三等于二是没有余数的，有一句话叫余数为零。余数为零。在余数为零的情况下不写省略。你来说。在余数为零的情况下不写省略。好的，看来你对有余数的除法知道的很多了，这个余数为零，通常我们是省略不写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有余数除法的一个特例。那它的余数是几？零。这也是有余数除法的一个特例。好的，那接着研究十根。你头脑中能想象出十根小棒搭单独三角形的情况吗？能。张荣源，你先想象，先告诉老师这个算式应该怎么表示。对，直接说。表示这个三表示这个三表示能搭三个三角形，这里的一表示还剩下一个小棒，他的想象对吗？对。图有吗？有。好，老师来帮你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图贴到这里好吧。好好，十根小棒的情况我们也研究好了，你能接着续写算式吗？接着续写一个算式。来，刘庆月。十一除以三等于三个余两根。好，请坐。再来一个。哎，范卓成。十二除以三等于四个。好，请坐。我们研究了搭小棒搭单独三角形的情况。哎，当小棒的根数一次多了一根，它们的余数分别是零一二。想象下去，零一二。感受到余数的变化规律了吗？那余数的这种变化规律在所有有余数的除法中都有吗？好，那我们换一个情境继续来研究。小棒除了用来搭三角形以外，还可以用来搭正方形。你们说对了，搭一个正方形需要四个小棒。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小棒了，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我们可以借助数学上的点字图，在点字图上画一画，用画的方法代替搭正方形的过程。请看，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四根，这样就搭了一个正方形。再来看一个，两个，也就八个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小组合作，可以先听要求，可以先画然后写算式。如果你的头脑中能够直接想象得出，那就直接写算式。好，开始。
尖线画的，最好画到这里来，知道了吗？这样很清楚的。已经完成的同学坐端正来告诉我你已经完成了。好，大家都完成了，请看，这是我们同学完成的两份作业单。观察他们的作业单，说说你都有哪些发现，或者是你对他的作业有什么建议。小韩杰，我发现了他的规律。什么规律？他的余数是零1 2 3后面又是0 1 2 3，想象下去应该是接着是0 1 2 3。好，请坐。你发现了余数的一个规律，还有什么发现吗？来，孙丽人。我发现就是他们就是写的那个算是有点不同。孙思甜的他是就是直接写算式，而就是那个的话就是写了画了图形之后又写了。好的，请坐。一个同学是他观察的非常的仔细，他观察到了一个同学是直接想象，另一个同学是图和算式匹配起来了。那我有一个发现，这里我们好像应该让他补充上单位比较好。好的，等等，另一幅图，哪里？这里为啥有9 × 1？ 哎，这里为什么会有9 × 4 = 2 ？哦，你观察的好仔细，他写了两次等于
二，差了一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可以了？也就是说，九除以四等于二个余一根。好的。还有一个建议。好，在搭现在的情境是不是跟刚才不一样啦？刚才我们是搭三角形，现在我们在搭正方形。在搭正方形的这个情境中，我们发现了当小胖的根数一次多一，我们发现它的余数，刚才肖涵姐也提到了，它的余数分别是零一二三，零一二三。好的，看来余数的确是有一定的变化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成它的探究了。在探究之前，老师想和大家回忆一下今天的这些除法算式，它各部分的名称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其中这一被除数商商财管和我贴错了，这个应该是商，这里是除数。而且我们今天还新认识了余数。那余数究竟的变化规律是什么？它和除法算式中的被除数、除数、商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？好，不着急，让我们小组内的同学相互讨论一下，说一说你的发现。好，开始。很多的发现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。在交流的时候，你可以选取其中的一组算式，也可以选取这一组算式说一说你的发现，也可以选取这一组算式。好，孙思甜，我选的是这张算式。这个算式，我发现除数比余数要大。除数比余数要大，也就是反过来也可以说余数比除数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选取的这组算式，这组算式的余数是零，比四小，除数之间的大小用算式来进行了验证。很好，第一个发现，我们发现了余数比除数小。还有什么发现吗？请回孙思甜，谢谢你。来，陈乐轩，你们刚才小组讨论出的什么？我刚刚发现了，我想选取这组算式。
我发现被除数等于除数乘商再加上余数。说的慢一点，被除数等于除数乘商加余数。哇，好伟大的一个发现呀！那我们能不能这个规律到底是否正确呢？我们选一组算式来验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组算式六除以三，除数乘商那就是三乘以二等于六。应该加三。你说你刚才加个零。哦，加个零比较合适。这里的余数是零，那就是三乘二加。规律，好的，我们验证了被除数等于除数乘商加余数。关于这一个规律啊，我们下节课继续来研究。好，刚才我们小组内的同学通力合作，借助于这一组算式和有这一组算式，发现了有余数除法中的一个重大的规律是余数要比除数小。哎，我突然有一个疑问，如果余数和除数相等呢？那能就那就不行了，就没有，就不行了，不行。好的，我来举一个例子。现在余数是几？三。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？这三个又再回答一个三角形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。是的，这时候的余数变成了零。的确，余数肯定比除数要小。其实生活中呀，我们经常也碰到很多有余数除法的问题，请看。好，谁来读一下题目？来，乔俊泽。水果店有一些橙子，五分装一袋，剩下的橙子最多有几个？好。题目中的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？最多。你说。哦，杨俊涛，你来说。最多。最多，好。这个问题谁来解答？张子恒。最多有四个，因为他说五个装一袋，而且剩下的橙子是不能再装一袋的，所以必须要五离的最近的。比它小的最近的数是四，所以只是四个。哦，你说出了他的，他说张子恒说出了他的理由，在他的理由中，我听到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剩下的橙子肯定比五个要小，那比五小的最大的数就是四。嗯，很好。好，那接下来用我们学到的。不用管，对吧？只是这剩下的橙子就是考虑它的余数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用我们刚才学到的本领来解决学习单上的一道习题。好，开始。学能够很快的完成了，谁能来说一说你这道题目你是怎么解答的？来，刘科奇。余数最大是？余数最大是四，因为离五最近比它小的数就是四，所以余数最大是四。也是用余数要比除数小。好的，孙丽人，你有什么补充？还有就是要缺那个最大。哦，最大是一个关键词，对不对？好。这里余数是四，那我现在问你，这个方框里填几？李可。84。请问你的你怎么得出来的？四乘五加四等于24。四五。20。20加四等于24。用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发
现。好的，嗨，同学们，这一节课呀，我们借助于小棒，用来搭三角形，点子图上画正方形，研究了有余数的除法。一整堂课你都有哪些收获？你来说。余数不能比除数大。也就是余数要比除数小。好的，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你掌握了，学会了。好，李玉溪。除数乘以商加上余数等于被除。嗯，你学会了这一个规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回忆一下大家我们学习的过程和方法。在研究的时候我们采用了什么研究的方法？有序，是不是有序研究啊？不重复也不遗漏，而且还便于我们马上发现规律。希望这种有序研究的方法呀，以后同学们可以用在自己的学习中。好，这一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下课，起立，同学们再见，老师再见。好，谢谢同学们。